老铁们，开始啊，走！哎，再讲讲，给我镇虚点这碗。嗯，这样镇住孙大伙。嗯，长大了这玩意有点像皮夹克。哎，真胶原蛋白呀！头一次吃这么软的蹄筋儿。都能吃，比猪蹄子大多了。哎妈！哎呀，哎，这火是真挺硬啊，但是忍得有点撑得慌，不能再吃了，这吃完都得干懵，老铁们，老干了，太香了。